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28首。修言极乐苦难生，才说难生是障门，佛力智能除业力，性根端可拔疑根，身逃私债常亡府，现受官刑遇圣恩，早晚相从果粮去，此生终不负慈尊。这首我们给出的题目是疑为信障，你对这个净土法门产生的怀疑，就是信心的障碍，也是往生的障碍。那这个怀疑点很多啊，就像网一样，叫疑网啊。就往生这一点，有人怀疑啊，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那样的啊，穷微极妙，在那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都是菩萨，一去就能得大乘正定居，做阿毗跋致菩萨，很快就能成佛，故能是很好啊。但马上他就会有自卑感，这么好的地方，这么殊胜的地方，我这个烦恼这么重，业障这么深，我去得了吗？所以第一句就说修念，你不要说极乐世界很难往生，不要存这个念头。才说，你只要说极乐世界难往生，当下就是障碍往生的门。这个疑障主要是怀疑自己，他总认为极乐世界那么好，应该是水平很高的人才能往生，所以他马上怀疑我的业障深重啊，其他的人都能往生，我不能往生，我业障太重了。但是关键忤逆十恶的罪人，临命终时生大惭愧心、大忏悔心，念佛都能往生。你还没有造作忤逆吧？那这个畜生道的众生都能往生，你业障再重，总比畜生道的八哥鹦鹉要好一点吧？这第一个怀疑。第二怀疑是自己的福德不够。有人对阿弥陀经一句经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对这句经文望文生义啊，他就认为要多福德才能往生。我自己没有修到福这个建庙建塔建大佛我也拿不出多少钱这个自己生存都有问题慈善事业也没怎么做过，也没能力做，他就怀疑自己的福德力不够，也不能往生。其实这都是自己局限自己了。阿弥陀经讲什么叫多善根多福德，这个善根福德是来自阿弥陀佛的赐予，是阿弥陀佛以他的48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
阿弥陀佛以他无量劫的积功累德的福报，做众生多福德之源。所以善根福德是来自于阿弥陀佛那边，所以你的凡夫只要信愿念佛，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殊胜的因缘也啊。所以你别怀疑自己的福德不够啊，不能往生。第三个是怀疑自己修行功夫很浅，又没有功夫啊，这个成片啊，更谈不上一心不乱啊，功夫不行不能往生。但这里要注意了，净土法门有一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在信愿行当中特别强调信愿啊，就像藕益大师所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你能不能往生是取决于信愿啊，品位的高下啊，才取决于你念佛功夫的浅深。如果不具备信愿，你就把功夫啊住得啊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银墙贴壁那样的啊功夫，也不能往生。你具足信愿，临终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印祖说弥陀要解是古佛再来注解都不能超过啊这个要解啊，那是说的斩钉截铁的啊，千古不堪之定论的。所以注重信愿，你不要老是注重我修行的功夫的浅深，功夫不够就觉得自己不能往生，这是很多人容易产生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印光大师有一个皈依弟子王慧常居士啊，他在印祖往生之后就写纪念文章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追念我的师父印光大师，里面提一件事情。这个王慧常可能年纪也比较大的，这个几次要求出家，印祖是没有同意，就让他在家修行啊，护持三宝。有一年冬天王慧常大病啊，吐血，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生命垂危了，人命在呼吸间了啊。然后他毕竟是念了七八年的佛号，就当下省察自心啊，一不慌张，二不恐惧。但是他当下有一个念头，只是觉得佛号尚未念好为遗憾。但这个病也好了，好了之后他跟另外一个这个出家人呢，去在江浙一带潮汕，就到了苏州拜访拜见印光大师，就禀告他先前生病时候病危时候的心理。印光大师听到之后就大喝他呵斥他说，你如果做这样的想，西方去不得意，什么叫念好，十念当往生。说的这几句话，那一般的人对这个念好就是谈功夫嘛，好像我这个佛号念好了阿弥陀佛才来啊，
那印祖对他说，如果你这样去想，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啊，你不要在这个念好不念好当中去琢磨啊，十念道茂盛。所以这个王慧常居士啊，听到这样的呵斥之后啊，他也是有善根的，生大感气啊，很感动啊，哭泣啊，就是师父破去了我的智障，自己给自己设置障碍，好像佛号念好的才能往生，佛号念不好很遗憾往生不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设障碍吗？啊，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升起了很强的自信心啊，自信我决定往西方，我绝不再分段生死，我已是西方人，他就升起这个念想。善导大师的有一个开示啊，念佛行人要做得生想，做得生想，为什么能得生？是来自阿弥陀佛的那种慈悲的救度，愿力的保证。你如果老是从自己的立场去看，我功夫不够，我孽障很深，我烦恼怎么样呢？那你走不出这个怪圈啊。所以破这个障门，第三句就说佛的智能除孽力，阿弥陀佛的大悲威神力量，法尔自然的就能除你多生多劫的孽力。阿弥陀佛的力量真实，你的孽力是虚妄，你的孽力就像大石头放在阿弥陀佛大愿船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那阿弥陀佛的那种威神力量就像巨野农奴啊，我等众生的孽力就像片雪啊，这片雪一靠近巨野农奴马上消掉，所以你不要担心自己的孽障有多深，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力量更大，这样你就能够有一个安心了啊。五逆十恶的罪人要下阿鼻地狱的罪人，阿弥陀佛都有能力救，我们怕什么呢？啊，所以性根端可拔一根，净土法门首先要谈性呢，而且这个性你要有根呢 啊，根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能持的意思，就像树根，树有根，你就这棵树的枝叶花果它都能保持不失，因为它有根骨啊。那这个还有深厚意，哎，你有这个根还能生起新的啊花枝条叶花果，但这个树根要扎得很深，它要有水分有养料，一棵巨大的树它的根须都是很深很广的，所以我们净土的性根要扎在心地里面，要跟智慧的水相接啊。为什么华严经把文殊师利菩萨这种啊智慧第一的菩萨表十性门，性属于智慧的范畴，所以这个性就是不移的意思，在法相中讲是这个心静为性，它是啊要生忍乐欲，忍就是安立在实相的德上，对净土法门来说就是你要深切的相信阿弥陀佛的那种大悲愿力，于是对阿弥陀佛愿力构建的西方极乐世界升起
这种欢喜呀、啊，欲就是愿往生的心了、啊，啊，那你这样的心生起来了，你心静为性了，你当下这个信心是非常圣妙的，是能不仅亲近自己，也能令一切接触你的他人也得到你信心的亲近。啊，那这个信根扎下去，它就会产生信力，产生力量。那这种力量就能够排除一切的怀疑。这犹若金刚，不受其他的这种质疑呀、啊，所左右。那就像彻悟大师所说，这个对净土信心之后，纵然啊，达摩祖师现前劝我改变净土信仰，乃至于释迦牟尼佛现前叫我改变净土信仰，都不改变。啊，这就说明信根信力出来了。那信心属于般若智慧光明的范畴，怀疑属于愚痴黑暗的范畴。所以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有信根信力，你的疑根就不会存在。净土法门自始至终端赖阿弥陀佛的力量啊。那我们从自身的啊业力考量，确实多生多劫无量劫以来造作诸多的恶业啊，这个欠了很多众生的债务啊，恶业你肯定是伤害了众生了、哦、啊，这个债务要么欠了命债，要么欠了钱债，要么欠了感情的债啊，这些债务就构成了你的冤亲债主。这冤亲债主是要找你麻烦的，是要跟你对面的，是要讨还这些债务的。所以这就是大家一听冤亲债主就很害怕啊，因为你确实得罪过他。但是你要把冤亲债主的这个问题给他摆平，给他清算掉，我们没有这个能力。那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就好像世间的一个人欠了很多债，那么他跟那个国王搭上了亲戚关系，他逃到了国王的公府里面去了啊。哎，那其他要债的人他就进不去啊，那你就在王府里面就比较自在了。哎，就用这个比喻，我们无量劫以来很多无量无边的冤亲债主，他都在找我们的麻烦啊。今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坎坷啊，或动不动就被人诽谤啊，甚至还有人想对你起杀心呢、啊、这都是人家来要债的啊。还债的时候很痛苦，但怎么办呢？你常到极乐世界去啊，你到了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那些要你债务的人去不了，你跟他划断啊。万一他去了，哦，跟你一样都是菩萨，他也不要你的债务，是吧？这多有智慧的啊！这是对多生多劫的债务，你有这种选择。还有一次，你现身就被人家抓到了，那怎么办呢？这里面念佛就能够遇圣恩的特赦。这里举两个例子，《净土圣贤录》记载唐代有一个比丘叫熊俊，成都人，能言善辩，但是出家不持戒啊，这个样子也很鲁莽，常常又还俗去当兵啊，当完几年兵啊，又来出家啊，是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
倒来倒去，他也有点惭愧心。就看观经说这个，地狱众生只要念佛就能蒙佛救度，他看到这个很高兴。哎呀，幸亏有这个啊，他有信心，所以就常常持念佛号。哎，若干年后，忽然暴亡，啊，就落到阎罗王那去了。阎罗王一见他，就呵斥他，啊，不像一个出家人，啊，就下指令，啊，这个判他要到哪一层地狱去。熊俊一听就大呼叫，对阎罗王说：“观经说，造五逆罪的人，临终时念，即得往生。啊，我熊俊虽能造了罪孽，还没有犯到五逆罪。如果准我平时念佛之功，应该要升到西方净土。”哎，他就不服气，你怎么让我下地狱呢？我应该要到净土，啊，不然三世诸佛即成妄语。哎，你看他很有底气。哎，说完之后，他就在那里合掌，非常专注的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这一念，这个莲花台就忽然现出来了。他就坐在莲台上，就向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这是从阎罗王殿从民间过来的人，说出了这种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是记载天竺国有个婆罗门，比较愚痴。也不修什么善行，对这个情欲很执着，啊，但他妻子是信佛的，就诱导他每天念半个小时的阿弥陀佛名号，一边击筋骨啊，一边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了三年。以后这个婆罗门就生病死了，但那个尸体好像也没有全冰冷了。五天之后又活过来了，就哭泣着对他的妻子说啊，说我死了之后即将要入货汤地狱啊，有货汤地狱就是大铜锅里面沸腾的水啊，就在那煮的那个地狱。这个鬼卒呢，用铁撞来打罪人，啊，进那个铜锅就发出声音。然后我当时害怕的，要命呢，惊魂崩溃呀，哎。突然那个鬼卒一击那个铜锅的声音，我马上想起了你击筋骨念佛的那个场面，这也是条件反射了，啊，马上就听到那声音，他就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唱马上顿然那个沸腾的那个水呀，就变成了清凉池，啊，然后莲花都弥漫在这个锅里面，被煮的罪人都坐在莲花上了，都到了极乐世界去了。那这很奇妙啊！所以这个阎罗王一看这个情景也很欢喜，就放我回阳了，啊啊！而且啊，说了一个偈子：若人造多罪，因堕地狱中，才闻弥陀名，猛火为清凉。啊，这个就说明你现受官刑，现受阎罗王的那个刑罚，
你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当下遇到圣恩的特赦，可以离开地狱啊，可以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啊，亲蒙佛力，明阎罗王那里都不能把他啊控制住。所以净土法门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妙用，就应该发起一个心愿啊，何时啊啊跟随着阿弥陀佛啊果粮去。果粮就是你带着你的资粮，就是平时信愿行的资粮，跟随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这个功夫在这里也是功不唐捐的，你念佛得力的人啊，功夫好的人一去就花开见佛，功夫不怎么低的人可能就要七天四十九天啊，半劫三劫六劫乃至下品下生的十二大劫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程度上要加强念佛的功夫啊，信愿行就是我们往生净土的资粮。这样来住，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就获得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了啊。这个结局就是没有辜负良土慈尊的啊这个大悲的救度啊。啊，释迦牟尼佛以他的悲心来到五浊恶世来宣说净土法门，这是阿弥陀经讲，这是十方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做两种难事啊。啊，一种难事在五浊恶世一般连助人下辈子人生都很难保住，立足不稳的，你不仅能够在这里修道，还能成就佛道，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做佛了，这是很难的啊。第二，为一切为诸众生说一切世间极难信之法，这净土法门是极难信的，它完全都是佛的境界，大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但释迦牟尼佛竟然是有这个大悲勇猛之心呢、啊，为我等众生说这个难信之法，极难信之法，这两种难呢，释迦牟尼佛都大悲忍力都做到了，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以他的悲心做悲负入这个娑婆世界发遣我等众生，啊。五时说法殷勤劝勉啊，如果我们随顺释迦牟尼佛的教示啊，承办往生，就没有辜负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示现八相成道的这种悲心本怀啊，进而尤其没有辜负阿弥陀佛啊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啊，就五劫的思维发愿啊，无量劫的修行，十劫以来啊，殷勤盼望着我等众生回归故园呐、啊，啊，这个垂着金色的手臂，头头就拔的那种深重的啊慈悲心，啊，所以这一生能够把这个往生这桩事情承办。就没有辜负良土世尊的这种大慈悲心。好，南无阿弥陀佛。